这样一个美容蛋，那这个美容蛋呢也即将来跟我们所有的朋友见面，售价未定，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可以让我们保养品得到一个更好的吸收的产品，它到底卖多少钱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刚刚来了很多朋友来和大家见面的美容蛋，而且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美容蛋好不好？我们长按一下，哎，你要不要感受一下？没什么啊，变绿色，这样放在手上就会有轻微的震动，可以让我们的产品达到一个更好的吸收。我们的绿色呢是一个纳秒脉冲的这样的一个功效，红色就是我们的环形的微电流，蓝色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极速的射频，可以让我们的产品在后面达到一个更好的吸收，在家里就可以达到在我们的一些美容院啊能够做到的这样一个仪器的护肤。接下来时间我们要